这里面的状况，心里比较难受，显然是受到了不太好的对待。我只能说，第一个我没有听说过专业调遣这件事。第二个，我转身没有人能逼我。否认好声音收钱转椅子，哈林难受李玟遭遇不当对待。这些年心中总有个渴望，单车环岛，我不是孤单一人，我有梦想，有伙伴，所以我选择出发。是全新实境秀奇葩哈林小队即将上线，班底有长青阿北组哈林和阿亮，大叔组小刀和柯有伦，以及颜值担当的青年组张群虎和周雨天。哎呀，一群臭男生单车环岛有什么好看？你看综艺感啊。这，哎，你这样子我没面子。手肘顶我干什么？有看到小朋友长得怎么样吗？有啊，哇哇哇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刀哥，我，你说什么？哈林和李玟都曾是中国好声音的导师，免不了被问及他身后带起的风风雨雨。哎，这李玟的状况，心里比较难受，显然是受到了不太好。我只能说，第一个我没有听说过专业调遣这件事，第二个我转身没有人能逼我，要转就是我想转，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告诉大家我的状况。记者不是吃素的啊，也必要提及综艺圈的老同事黄子佼的状况。大概关心一下最近跟焦哥的一个状况。真是没有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要自己好好的修整一下这样。那这件事，还有一个我的好朋友、好兄弟，婚内出轨啊。阿姨后来形象也好得不得了，好到现在。会是在说跟黄子佼从小便认识、大便情更浓的朴学亮吗？我觉得误会一场了。我跟老婆很好了，我们去年结婚就30年了，今年迈向31年。我们在自己的婚姻，你们甜蜜成这样子已经30年了。我还没有讲，我大一就认识他，我还谈了7年恋爱。你老婆忍了那么久啊？以后也会有共识，会一直走下去。三立娱乐新闻证件发表报道。